好，我是秀华，今天我要练让流连阿杜的 solo。我看到语言界吉他里面介绍阿杜，我学他弹。这首歌的 key 是 A minor， 这个 solo 大部分是 A minor scale， 或者是 A minor pentatonic scale， 然后 tempo 是120左右。好，那开始。One, two. Good. 好，这个地方，一开始的地方是第三拍开始弹，一二这样子，然后这个地方是只有半音的 bend， 然后 bring。然后 bend， 然后 bend up 以后慢慢下来，然后 slide 这样走，然后再 slide 这样子，它弹是 up up 的，然后再 bend， 然后这个地方的 bend 的时候，要 vibrato 要强一点，慢慢下来，这样的感觉，这样比较这样的感觉，好，接下来 two three four one two。这个one two， 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音到这里，要拉到这里，推到这里，这个一音半，这样，这个要用力。再来再变的，然后 bring 这样子，然后 hammering 是这样子，这个地方到这里要马上移到这里来，好。马上移动，好，接下来 one two three four， 好，这个地方 slide， 然后再 slide， 然后 hammering， 然后直接到这里来 slide， 然后bring。然后 bend， 好 ，sorry， 是这样子。然后阿德弹的，弹完以后，他讲说那个我弹错了什么，应该是这个地方，应该没有跑到这里来的感觉嘛，所以他是说弹错，但是其实这个音也是 A minor scale 里面的音嘛，其实也不是 scale out 的，也就是 scale 的内 scale 内的音嘛，所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只是studio version 的话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我也不晓得应该是哪一个是对的，反正就是那么快的话听不出来。接下来 one two three。
这个地方是先按推弦，就是变的半音，然后 bring 是这样 bring， 然后再来这个是 bend， 但要控制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子，然后 bring， 然后在这里这个 hammering， 然后这个也是bend， 然后 bring， 应该不是 bring， 然后在这个地方 bend， 也是半音，然后 vibrato 是这样。好，最后是最难的地方，按住最后。我弹得不够完美，好是这样子弹 ，one two three four， 这个是第四拍的后半拍开始弹，这样子，然后这个是妥的，第一拍，然后 two three， 这个第三拍的后半拍。然后这个地方是第一拍的后半拍，这样子 one two three four， 然后这个地方半音的bend， 然后 hammering bring。最后是 F， 好是这样子这个是按照影片来弹的，但是studio version 的话有一点点不一样，是这样这样弹比较难一点，最后。不够完美，可能多练习，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的音很 good， 这个音是不是 A minor scale 的音，也不是 A minor pentatonic 的音，所以很感觉是就不一样的嘛。所以故意讲这样子，不是 choking 的，这个音很好。好，那跟卡拉 OK 弹看看。以上让榴莲阿杜的 solo 其实不一定是跟他一模一样弹 OK 的，就是自己习惯的弹法就好但是那个如果有影片的话，就是 YouTube 那个
速度要慢一点的话，可以容易那个 copy 的、哦、所以如果喜欢的影片的话，都要 copy 一下，然后以后变成你自己的 phrase， 这样子也很好的。嗯啊，但是我这个最后的地方还是不够完美的啊，就是我不技术不够好、这个地方也是不好，就是要多练习，可能还需要几百字以上。好，如果喜欢的话，请分享、按赞、订阅。那下次再见，加马达呢，拜拜。